大家好，我是二堂，那卵根子长起来了，接了回去煮酸菜来吃。这个酸菜是我的最爱。哎，卵根子好嫩，炒起下饭安逸得很，和到饭炒也安逸。那是必须的噻。多煮点嘛。多煮点，反正把那儿哈撇起。回去回去单去，老的不要，把它选出来。这两个选选有机会呀，子们。来哟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快来吃。啊！好吃。哦，开了，进去放菜。放干叶那个菜。打好了，捞起来。搞发的。烟儿让我喝。你喝吗？那个喝得吗？喝得，那青菜水喝得好，维生素一到十八，那有得很哈。那莽戳戳的。没喝长一天。哇，喝起好安逸哟。等它泡起。等它泡两天都可以吃了，扛得起。把那油菜炒炒穿一下。今天这儿油菜长得好。嗯。庄家都是要做假点儿，收成才好哎。对头，别给它吐干干净净的，全是草。小范，那个酸菜怕酸好了，基本上弄起炒起吃嘛。要得，看炒饭吗？还是单独炒啊？单独炒噻。要黑了，收活路了，走回去弄饭去。那点酸菜做得好，颜色好漂亮哦。我们敲酸辣，切细点儿。洗了莴笋也烧汤。娃儿都是炒酸菜，巴适得很。打几个鸡蛋来炒汤，汤还往火烧起噻。有点窝火没事。炒酸菜。我们豆子，那个炒炒起一些。有那个酸菜拌得多吃哇、啊！那酸菜可以，跟奶奶有点酸菜。快过来，好啦！要酸菜下饭没有？要到碗头慢慢吃。嗯，都是那个味儿、嗯。这才是正宗地地道道的酸菜。你不放豆豉了，又没那个气了。今天是第几天？三天了。嗯。最多三天都可以吃了。这一盆轻轻松松的跟他搞定。
明年子多种点卵梗子，到时候弄个弄酸菜来吃。吃完了有吃饭。那有药物，不然得没了。我光吃酸菜都得行。吃嘛。我们原来十来岁的时候，妈经常做酸菜拿我们吃。